豪华美观设计合理的上海桑塔纳两间，为你享受真正的驾驶乐趣提供了一个无比舒适的空间。不过在享受这种驾驶乐趣之前，还有一些事项是你必须了解的。这辆新车的内部空间，前风窗玻璃倾角59°30，减少了风阻系数，也令你的视野更开阔。前后风窗及后三角窗采用先进的注塑式粘贴玻璃，这大大提高了车身的扭转刚度。上海桑塔纳2000的内部空间，从加速踏板到后座靠背，长度超过2米，达到了真正的舒适尺寸。你可以按你的需要调整驾驶座椅。非常宽敞的后座乘坐空间，可翻转的中间歌手，需要时放下作为歌手，不需要时收起做靠背用。流线型的仪表盘很具有时代气息，与整车豪华的内饰也十分协调。上海桑塔纳2000选用的是5档手动变速箱，为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，降低发动机的工作噪声和燃油消耗，你在行驶过程中变速档位和车速必须保持在相应的范围。结构先进的动力转向系统，操作起来相当的舒适轻便。倒车时需将变速操纵杆按下，方可挂入倒档。灯光具有照明和信号的作用，你必须根据实际的情况灵活运用。正确使用灯光系统有助于你安全驾驶。点火开关接通后，你才可以使用前照灯、远光、近光。在灯光开关打开时，可以使用雾灯、转向信号灯、左转向灯、右转向灯、危险报警闪光灯、可以调节方向的室内灯、化妆镜照明灯、后座阅读灯，这些为上海桑塔纳2000的成员提供了一个温馨如家庭般的夜间环境。前后4个喇叭的高档竖斜式立体声收放机，配有自动升降天线，可以让充满立体感的音乐缭绕于整个车厢。上海桑塔纳2000的空调制冷系统达到了90年代的先进水平，未经加热的新鲜空气和冷气可以从各个出风口送出，一些出风口还可以提供暖气。调节出风口内的小片可以改变气流的方向，移动相关的拨杆可以进行风窗及侧窗除霜、风窗及侧窗除雾、快速取暖、舒适的取暖、一般制冷、最大限度制冷。上海桑塔纳2000采用的是对大气臭氧层无害的 HFC-134A 制冷剂，它不仅提高了制冷性能，还大大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。上海桑塔纳2000的行李箱内部空间很宽敞，每辆车都配有备用轮胎和随车工具，当你遇到简单的故障时可以自己动手处理。对了，我还想提醒你注意的是，当你在高速驾驶了一段时间后停车时，应当使发动机怠速运转2分钟，以便在熄火之前使发动机的温度有所下降。